你非要我过来，还要说什么？你不要找我谈嘛，边吃边谈吧。没有什么可谈的，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行，你能说服我，那就分手。 悠悠，咱们能别这样吗？哎，你尝尝这个，这特好吃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你都可以冲我来，还是你想要别的补偿？你说钱吗？ 你觉得我是要你钱吗？我不知道还以什么方式来补偿你。有，你离婚。不可能。我要回家了。 老婆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你从哪儿回来的？我从公司回来的呀。我都亲眼看见了，他住哪儿？你怎么上的楼？ 我错了，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是去跟他说分手的，我还买了机票，让他回北京。 人是从北京带过来的，就是北京游乐园的那个项目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那他来上海，是你给租的房。 楼下物业的工作也是你帮忙安排的。你相信我，我真没想到他会到楼下的物业，不是我安排的，真没有，我没有。你们俩真行啊，偷情都偷到我眼皮子底下了，就在咱们家楼下。
你有没有想过儿子？有没有想过我？有没有想过这个家？我问你，第一次是怎么开始的？你是喝酒了吗？连酒后乱性的借口都不愿意找。那你就是对着他动了真感情了，是吗？恶心，你不能这么连，你得把这拿下去。然后你看它这底下，这勾都没勾上，是不是？喂，陈姐，我买了一瓶那个威王的消毒液给子妍洗衣服，行吗？这防不上了。当然可以啊。啊，顾家买的也是这个。哦。说是孩子的衣服也能用，成分很安全。啊，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啊，这衣服呀，内衣和外衣要分开洗，外衣可以用洗衣机，内衣一定要用手洗。啊，这姑姑真细心。是啊，小孩子抵抗力弱，其他的衣服更要注意消毒。就我们俩都没带过孩子，所以有好多事儿还得给您打电话问。没关系，有事儿你问我就行。嗯，好嘞。佳佳那边没事吧？这是海洋本儿。嗯，先等等看吧。哦，哎，你干嘛呢？陈姐。哎。今天妈妈来接我吗？今天你和干爹干妈在这儿住一晚上，好吗？我这儿不是有这么多玩具呢吗？那明天妈妈来接我吗？明天干爹干妈带你去海洋馆了，好吗？好，我好久没去海洋馆了。徐子言，嗯，那咱们现在就去睡觉，明天早早上咱们去海洋馆，干爹带你刷牙去吧，行吗？好，走。刷牙，该刷牙了。你慢点，你别把它摔着。干妈把那小凳给我们拿来。来小凳。来小凳，咱们站好喽。站稳了。哪个是你的牙刷？你告诉我哪个是你的牙刷。这个。都是你的呀。是不是？咱抹点牙膏啊，这个牙膏可千万不要。虫牙吧。你有虫牙吗？没有。你没有虫牙，所以你的。